头里有点晕啊，头里有点晕啊。我看到那个一架飞机啊，一架飞机，基本上就处于失控状态啊，处于失控状态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架飞机能控制最高权限是王林啊，王林。在最高权限上啊，他爱怎么整就怎么整，爱怎么整就怎么整。下面就是木偶啊，下面就是木偶啊，已经完全控制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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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他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啊，所以会转得头晕乎乎的啊，头晕乎乎的啊。他现在要，他们要搞个高难度的高难度的动作啊。高难度的动作啊，像恶作剧似的，要做个高难度做的动作啊，还不能那么做出来的事情不能那么平庸啊，基本上就知道了啊，基本上他们现在正在想的，要在国境线上面啊，在国境线上，一半在这边，一半在那边啊，这现在想法啊，是不是后面还改变不知道啊？他反正现在的正在规划的啊，想这个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对呀。在国际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搞得那个比较，你说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，引起矛盾什么之类的，都有可能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